你干啥走啊？回去干活儿。又去搬砖去哈、啊？哦，又去搬砖去干啥？哎呀妈！天哪！我说怎么有人喊我，而且是正宗的，正宗的东北口音。没有，其实我已经是北普了。北普，北普了，底气特别足，你知道吗？王磊，你想想，我在北京待这么多年，30多年了，是不是我？其实我已经混了，我不是特纯的沈阳话，挺纯的，是吗？你是觉得不纯的？我纯吗？长得你太纯了，我还能有毛不易他们的土吗？哎，毛不易，妈妈来来。就在里边儿。你好，哎，他说我讲东北话，其实我说我没你浓讲的，你那个比较土。我们还好，我们都讲普通话的。平时你讲啥？普通话。你讲普通话呀？普通话。普通话。普通话。